最近有很多网友对我提出了许多不健康的要求，有让我用牙弹琴的，有让我用额头弹的，有让我用下巴弹的，更有甚至还有让我用屁弹的。你们以为我真的做不到吗？我决定报警。排除了这些非法选项之后，我发现了这个。是这样吗？明显不是。直到我看到了这个。哦，这个我熟，其实就是把琴弓插到音孔里，然后这样进进出出的，吉他就会发出很美妙的声音。怪不得许多吉他手都把吉他当老婆的。想听吉他发出美妙的声音吗？点完赞我们就让它嘿嘿嘿走。交出你的赞，不然我就去你家让你知道琴弓的厉害。